妈们这几个月来的努力跟时间、汗水和付出，当然其中可能还包括被老师的责备。但是不管如何，今天他们还是扛住了所有的痛苦，扛住了压力，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了完美的演出。这个掌声是献给他们的，因为他们育才才会变得越来越美好，因为他们育才才会变得越来越美丽，也因为他们育才才会成为八大临沂县最美丽的一道风景。那么我们也有请所有的筹备委员、三大机构的成员，还有我们南来育才的三位同学、校长、副校长，还有我们的教练老师们，一起上台来合唱这一首《少年》。台上的所有嘉宾请面向我们的镜头啊，来，我们的摄影
哥哥在哪里？他在人海中。OK， 看到吗？那个在挥手的，来，我们来一张合照，我们要永远铭住这今夜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。